心经上讲的好啊，唯心所现，能现是真心真如啊，现的相啊，这个现象千变万化，这是实啊，实能变。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意念这个能力非常非常之强。这强的样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经上念的六种神通啊，这个里头除掉这个漏尽通不说，前面的五通，你看眼耳鼻舌身，全是念力啊！你为什么会看？为什么会听啊？为什么会行动啊？通通都是念力。如果这个念力是能够集中。就像光，把它做成极光，那个能量就太大了。我们把念头要做成一个极光这样去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可以改变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的轨道，有这个能力。你可以指挥这个星球的时候从哪里走。你就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看到经上讲的如来果地上的神通，这个神足通，我们相信这科学家告诉我们的，佛有我们也有，每个人都有。那么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今天地球上灾难很多，有没有办法把它恢复正常？有，我们意念可以让它恢复正常。小而言之呢，我们身体健康，我们用意念可以让身体恢复健康，恢复正常，正常就是健康。